来看到金门的年度大事，金门迎城隍舞蹈城隍文化观光季活动将在4月20号开跑。主办单位今天特别是在舞蹈城隍庙前举办活动记者会，而接下来文化观光季有哪些热闹活动，也带您一块来看看。鼓声响彻云霄，现场热闹非凡。金城镇公所和舞蹈城隍庙共同举办的舞蹈城隍文化观光季4月20号正式开跑，还特别提前3周举办记者会，说明文化观光季有哪些精彩活动。迎城隍的活动在102年曾经获得文化部指定过重大的国家民俗活动，那也得过我们宗教繁体的活动。金门岛上最大的民俗庆典就是每年农历4月12号迎城隍活动，今年是舞蹈易主城隍迁至344周年，庆典内容包含迎城隍祈福音乐会，还邀请国会团当纲演出，还有四季特色义阵展演大游行，结合铜锣鼓声和现代电子音乐，为后埔老街营造出多彩缤纷的嘉年华气氛。那今年呢，特别把这个点状的活动呢，变成一个带状活动，也就是在农历4月12号之前，周周有活动。舞蹈城隍庆典活动盛大举办，自4月20号开始，周周有活动。除了延续悠久的传统民俗，也让观光客体验丰富的文化飨宴。记者翁家俊金门报道。